今天和大家推荐这款 St. Huber Chicken Pot Pie。 我家会常备一些冷冻食品，这样忙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，比较方便食用。像这款 Chicken Pot Pie， 每次 Costco 减价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买上几盒备着。我通常是拿它作为早饭给孩子们，可以呢用微波炉打五分钟就可以了，或者是放到烤箱里边，烤箱预热到375度，烤40到45分钟。从口感上来说呢，肯定是烤箱的要好一些，而且呢尽管时间比较长，40到45分钟，但是因为呢全程你也不需要盯着，所以呢还是很方便的。我家孩子呢也用这个带过午饭，就是放在保温饭盒里边，当然就是肯定不如早饭直接从烤箱里拿出来口感更好。它的内料的主要材料呢包括鸡胸肉、青豆和胡萝卜，外表的这层皮儿呢是比较酥的那一种，当然就是这个内料呢是含有奶制品，如果对牛奶过敏的人就不方便吃了。 Costco 卖的这款呢是一个大盒里边8个小碗，每一个小碗是279克，我家孩子吃一顿的话有一个也就足够了，因为我还会给他们配上沙拉呀或者是其他的蔬菜。这个的味道和口感呢孩子一般还是会比较喜欢的，所以对于繁忙的家庭来说，我还是很推荐这一款 Chicken Pot Pie 的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欢迎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